刚不是很嚣张，觉得很简单没意思，对不对？现在就带你来挑战一下。把我骗去没人的地方，然后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不要往死里去啊！爸爸，救命！我卡住了。卡住怎么办哦？简单啊，朋友叫朋友啊。你倒车倒三次之后，你就没有朋友了。这真的有点失控，一吹油门就打滑。拜拜喽，拜拜喽。Level Two 我就想回家了，你就知道有多可怕。我可不可以追通告了？第一次都是这样的。怎样？刚刚下来开心吧？我告诉你，等一下就是呢，这个路直接跳级，所以你如果真不行，脚就下来撑着，慢慢的过去。用土的是不是，就滑步车的概念。对，然后你可以看我们的路线，你可以看我的路线。不是，我没有时间看你。哎，这个就有重点，你的眼睛一定要看着前面，不要看着你的前轮。哎呀，不要害怕嘛，刚刚不是很嚣张，觉得很简单没意思，对不对？现在就带你来挑战一下。对啊。计划谁想的？我前面还想说这计划很烂，什么嘛 ，piece of cake，piece of shit， 然后是大家谁会想看就看到这里，只有我不想记录下去，别人应该想看。看我网友超期待，萱萱等下万一摔车或什么的，或是在那边哭着我可以回家吗？教练，我可以回家吗？我刚才夸下海口说，哎。我到现在骑车没有说过什么教练，我想回家这种话。现在看到这里，我就说，哎，我也不会讲这句话。可是我就说，你们先走，我在这里等你们。不是，我们当然不会从这条路回来，我们走另外一条了。对啊，你就在这边，你走慢。所以就是我如果不往前骑，我就不能吃九份芋圆。对，所以为了美食，忍耐一下，加油。你要照他那路真的很难。啊，眼睛一闭就过了啦，真的啦，牙一咬就过了啦。哎呀，怎么过了？哎呀，原来这么简单。Level Two 我就想回家了，你就知道有多可怕。跟那个谁一样，咻一下进去啊，是不是？滑一下就过去了。垃圾师，不小心滑一下就进去了。他刚才在讲哎，刚才原来这么简单，滑一下进去了啦。好，那走了，加油。别怕，走了，起来，不要再撑了，不要再撑了。起来，你快点，乖。其实我认为，对我来说就是去冒险而已。哦哟，哥爱狂，我是那个真的很大啦，石头很大，你忍一下啊，拳头很大，你忍一下。笑鸡巴！因为我当他看到我还是想回家，怎么样？对我来说很难哎，因为你要想哦，我从零到一。那毕竟就是零到一，你没有去预想到未来的路更艰辛，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就想 ，Oh God damn！ 然后跟前车保持一点距离哦，不要贴太近哦，不然前面打下去你也跟着倒哦。三零，呼呼呼呼呼呼呼！萱萱是不是不太会选路？对。等一下，陈罗琴，加油！看着我，等一下，卡住，你慢一点，卡住正常，卡住正常啊，卡住你不用那么快，路线很重要哦，不要往那个，不要往死里去啊！萱萱遇到最大问题就是他跟所有的新手一样，都会有着紧张、姿势僵硬，还有视线一直放在车子的前轮前面。我现在走哪里？好，你前面下来。对，直直下去，看前面，不要看前面的那个。好，顺着这边，你要有动能，顺着这条路。好，脚可以放下来，没关系，脚可以放下来。从这个地方上来，不要从那一边，从旁边这边上来。好，不要看前面，好，看着你的前方，不要看下正下面。动能，你的车要保持一点油门，要有动能，好吗？
你看我们鸭子划水啊，对不对？慢慢走嘛，开心的嘞。划你老！Oh, what's this？ 妈，我要回家，可以退通告吗？啊？什么？哦，这边比较麻烦一点哦，所以你看我们的路线选择很重要哦。我卡住了。你卡住哦？你为什么选一个这么难走的路在那一边啊？右边不是很平吗？所以你不要搬，你不要搬。救命！好了。爸爸。跟你说。不是，我卡住了。其实也还好吧，就吹吹油门，控控刹车，脚一蹬就过去了。拜拜咯，拜拜咯，你们慢慢溜咯。我现在怎么办？考怎么办哦？简单啊，朋友叫朋友啊。你倒车倒三次之后，你就没有朋友了。你现在下去不可能，唯一就是从这边上去。这样。对。好，来。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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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往那个前面那边切。对。好，打滑了。没关系，滑是正常的。好，往那个地方，往拖椅那边去。好，土拖鱼竿。脚放下来，脚放下来，脚放下来，脚不要撑着。对 ，piece of cookie，piece of shit。脚放下来，你看我们都放下来，是因为这个真的不行的。对，所以不是说不放下来就比较勇敢这样。没有，没有，增加摔车的几率而已。好，这一段比较麻烦哦。因为它的落差非常大，怎么办啦？啊，过这段之后就简单了啦。好，我们要走那一边，走草的那一边过去。好，好。没办法，我真的是加油，可以的。好，我先看一下卡布叔叔的路线。啊，后轮直接打滑了，一吹油门就打滑。玉圆在等你。还有叉鸭贵，叉贵我来了，叉叉，草。摄影师很棒，他都一直走到我要去的路线上。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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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妈呀！妈的！哇！我要申请工伤，为了我的耳膜。为了耳膜，我也是。我决定，我决定，我决定，我再去重考驾照。重考驾照吗？对，没有那么严重啦。哎呀，我卡住了，爸爸。哎，好，到这边哦，爸爸我们要往，我们要往左边那个地方切。他卡住了，我去救你好了。卡住了，后轮卡住了。对，怎么办？然后我们请吃特鱼。要，那你稍微往后退一点。哦。就，哎，前轮也卡住了。哎，前轮也过不去，真麻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看看。然后我又没有第一时间说帮我，因为我不喜欢第一时间就这样讲，而且我觉得是你自己要先努力。可是我发现我进退不得的时候，那一刹那我就突然那个羞耻心就真的哇塞，这从直肠直接爬到脑子，我脑子的小剧场已经哄嚷出去，然后就是。之后才有看到我说啊，那个就是骑不上去的刘轩啊，嘿，他骑不上去，我就啊丢脸，好丢脸。又加上就是他们的那个 monitor 就一直对着我，都没有喊卡一次，我那一瞬间就哭出来。可是你有办法前后摇吗？对。卡普卡普，不要走那么快啦！不是，等一下，好丢脸哦。他现在中柱卡住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我把车先移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不是，他这个不要播了。好丢脸哦！不要播了。从我们转进灿光寮开始，第一个就是他骑那种非铺装路面，特别是当落差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可以看他在那边尖叫，然后进退不得。我们就会跟他讲说，你的第一个你要让车辆保持一个动能，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视线啊要放远一点。如果你看你的前轮的话，你看不到下一个地方，你可能到这边你就卡住了。所以今天的状况就是它卡在很多地方。第一个是路线选择错误，第二个是它不知道怎么样去排除那个状况。卡普来帮他一下。救命！等一下，这很丢人。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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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骑。我看一下啊、哦，怎么会这样子？你看，好
因为你石头卡住了、啊。那我要把石头放开吗、啊？来，你先下来。有时候像这样，那我们人先下来。可是车会倒啊。不会，人下来，人下来，人先在旁边。对，好。然后呢？还是我抬一下，卡在底盘下面了。好了，可以了。到底，我的眼睛都是泪水，还有汗水。哎，还有口水吗？等一下就再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初学者、初心者第一次都这样啊！烧！看我这边，看我这里，对。余光看地上就好，余光看地上，看好这边，慢慢的前面后刹车，前刹车不要动，坏习惯。对，这个有人可以脚不放下来就这样撸过来吗？是啊，要不然呢？然后就是顺着这个过去，嗯，顺着这条路，我们会到那一边之后，再这样切过去，因为这边的路落差太大了。所以那句话叫什么来着？选择比能力重要吗？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我可不可以追通告啊？我没有管住啊，妈妈！妈妈嘞！我的隐形眼镜怎么办？等一下，我想个办法，我看一下。可以，自己可以，自己可以。你可以的，可以。过了。很好。刚说什么来着？要从哪里啊？妈爸，我怎么会考虑来接这个活动呢？对，你会来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 case 是不是哈？有没有很好玩呢、啊？这个，等一下，这个太可怕了。你要不要重来一次？不是，对我。对啊，你那个车头好像快掉下去的感觉。不是，不要看到悬崖那边哦。对啊。要不然这就掉下去了哦。到底302后轮卡住了，对，后轮卡住了，不然你往后退再来一次好了，往后退，好，我数一二三，你往后退，一二三，对，再一次好，再退一次，一二三，好，来看我，看着我，对，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可以。也是啊，看着我来，对，看着我，然后从这边这样子过来，旁边那个线，脚放下来，脚可以放下来，对，好 ，go， 走哪里？好，走，哎，这边，这边这条线，这一条 ，OK， 很好，不是，等一下要起滑，对不对？对。往这边来，对。你到我这位置之后下去，然后往左边那边切，走中间的地方 ，OK。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我的人生就跟这个。不行呀，我已经看不到明天在哪里了。我怎么会来接这个通告呢？我觉得我根本是太高估了我自己的能力。My life is like shit。啊，这边好走，这边好走了。你应该往左前走。对。OK 吗？好，这边要注意一下，我们尽量靠中间这个地方走啊。OK。不行，就脚下来扶一下。我手没力了。就我们在骑那种非铺装路面的时候，特别是落差很大，你可以发现龙头的时候会因为地形的关系哦，会去左右的偏摆。那一般的人他因为紧张，他就会想要把龙头抓紧，所以他的整个手臂上半身就会变得非常的僵硬。那其实克服的方式就是放松。手没力啦，没事，到了，就在前面。可以，过了。下去，对，下去。好，看着我这边，对，看我这边，对，OK， 刹车，前刹车不要再拉了。
被发现了。耶，到了！帅啦！是不是很简单啊？接你妈！你看那风景多漂亮啊！妈，我成功了！现在手是不是没力了？对。但是你看风景多美。告退掉。可以啊，后面只会越来越简单啦。这次对不对？起头都是比较难的嘛。对啊，你这个过了，其他就一样过得了。哭哭，看一下那边的风景。你现在征服了这个最难的部分。对。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两个男生把女生骗去没人的地方。对，把我骗去没人的地方，然后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不要越解释越解释越黑，越描越黑。我平常都在做的事，但是难易度增加。不要越描越黑啊！天哪，我觉得，不对，等一下，好，未来在哪？我全身都是汗的。是啊，正常啦，正常，玩越野都是这样，流汗正常。我平常不流汗的人，我现在真的不夸张，然后百孔都胆哎，挺胆惊哎。什么叫胆战心惊？什么叫血脉膨胀？你看我们的摄影师，你知道为什么有血脉膨胀吗？因为我觉得那个来第一天带我来骑这个越野，天理不公，太严重了啦，没那么严重，大家其实出来玩就是这样、啊、第一次都是这样的，好玩就好了。第一次会哭，对，第一次会不舒服，我懂，我懂。你有哭吗？我吗？我的眼泪吞在心里面。好了，真的很漂亮。没错，你看，我回去后置可以帮我把我跟土托鱼还有卡普的人刻在上面。不行，顺便把我的爱车进站也刻上去。等一下，各位，这是正常的吗？正常、啊，因为你的手太用力了、啊，所以现在发抖。到时候中午你去吃饭你就知道了。大哥哥，大姐姐，哎呀，这么假，这么假，哎，我没讲哦，我没讲哦，假嗨啊，假嗨，真的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基本上那边可以拍照，你可以在这边打卡，告诉朋友说，哈哈，你看你自己骑车下来多厉害！天哪，这是第一个想看到的画。福利时间，我真的太热了，我真的没办法，真的很热。天哪，我要放这支了，宝儿姐要放这支。原来你的麦掉了，你的麦掉了，你的麦掉了，姐。你要挂哪里？你自己挂。不行。自己挂，自己挂，自己挂。我会不会太兴奋，往后跌，然后就往那手上靠？我现在先做那个手部运动。别忘记，我们还要骑回台北哦。我们要从这边骑回台北，所以省一点力气。我以为在跑。到底是谁发通告的？要福利时间嘛？我们发的不是福利吗？怎么发了一个像特斯一样？有毛头的，我们都发了一个踢球来。但你看，刚刚上午我们那个整个都是雾，现在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天气，大太阳。就这一段天气很热，如果你可以克服的话，这边的风景还是很漂亮，而且车子上来就是要这样，感觉可以背个瑜伽垫在那边做个瑜伽。就征服了某一个秘境。要加码的话，下面还有哦。那个算了啊，是吧？就是我们的车还是不要的好。好吧，我们怕真的就真变地标了。那欢迎各位车厂业配。越能力强的车子，让我们来再挑战一次。有听到吗，干爹？英文也是念干爹吗？你平常什么时候会来这个地方？不会，你根本不会想。你是，拜托你是半个九份人，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可能就是来观光的时候。走路进来。我们这也是观光啊，对不对？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啦？但你想，你刚骑车进来，写速克达，哎，速，为什么讲到速这个字，你特别敏感？速，数码宝贝的速，不是速懒的速。你才速懒。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第一，等一下，我们要回去。支撑我的动力就是那个预言了。第一秒的感觉是啊，我终于到了。第二秒往回头看是风景好美。第三秒是不是吧？等一下我还要骑回去吗？是这样吗？那我可以再待久一点吗？好，就这样，走。好，骑乘的要件是什么？
其他是什么？一样，眼睛看远方，路线选好之后，油门吹下去就对了。到中段的时候，他说他手好酸，是因为他的上半身太僵硬，所以他一直想要把手把抓紧。因为你在越野的时候，你的龙头其实会一直因为地势的关系，它会左右的偏摆。你可以看你的手，如果用力的时候，你的整个肩膀、手臂都会变得很僵硬。但保持动能，油门不要收，轻轻吹，轻轻吹。你走了一个最难的地方，还在往右边走，对，好。很好。手没力是正常吗？哎呀，好，走。等一下，上坡真的很累。老实说，非常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是不管路好不好，或是石头大不大颗，他就是一股脑想办法过。那其实以今天的路况来说，这样就足够了。头往左。对，好，补一下。再补，再补，对。啊，这样不就往左边走了？往这边啊，你再出来之后再上去，对。好，可以。很累了就休息一下。你看，你要有动能，保持动能，对，车子拉继续走，不要停，对。好，停。我飞起来了。最深刻最难就是我的后轮胎碰了一下，我的屁股整个飞起来。我当下心想，不是吧，这是要上演越野车手跟他的车子分开的故事吗？哎呀，你应该走这边的。 OK 吗？可以，不要停，上去就直接冲，对。好，然后往右，这里右前方，发挥。大叔也太无情了吧，居然人都消失了。注意了，站哦。比较习惯了，对不对？比较习惯，但是上坡比下坡难，因为你没有动力。对，我像跟鸭子一样卡卡卡卡。对，但是比较勇敢了，速度比刚刚快了一倍吧。有，我好棒，没哭。这么简单，挑战搞这么久，到底在干嘛？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加码路线，你要玩吗？萱萱姐现在只能就是硬着头皮说好啊，不然我一定会车友在下面说，哎呀，刘萱就只出一张嘴了，不敢啦。没干卡。所以我现在就骑给你们看，过。我跟你讲，这段路很简单，我觉得比隔壁的简单多了。我闻到它超会搭的味道。对，因为甩反动。超会搭了，正常啦，正常啦。正常了。好，走了。这是什么路？超很长啊！不是吧？这又是另外一种哦。这个草在回我的脸。不是吧？不是。等一下，他是要上去吗？他是要上去吗？小小短短的，叫他上去，然后就到了。油门不要松，你就 hold 着，但是也不要大灌。萱萱看起来很紧张。好，那走喽。好。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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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go back。哎呦，优秀哦！哇！怎么没有？没倒，我自尊心还没倒呢，车怎么能倒？优秀，真的很优秀。因为我知道放掉就是倒了。对。
所以我就赶着，然后使出考驾照必胜绝招，吹着油门喊着上车。好喘，啊，洪荒之力都使出来了。真的，真的，真的，我刚是吹着油门喊着刹车。恭喜你克服了今天的天堂路，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去吃红米。耶！那我们等一下就往阿甘姨那边去啊。怎么样，芋圆好吃吧？好吃，有让你吃到了啊、喔！开心，开心。那今天不要讲哎，等一下，我有介绍一个不错的鱼丸，但是土著鱼好像有点意见。我们吃了冬粉、干的豆包、鱼丸汤，全部掺在一起做阿给不就好了？为什么要分成三道？那我去淡水吃鱼丸跟阿给不就好了？那价钱有竞争力，不一样，这样才可以，可以一张国富有找可以啦，不是原谅他。还不错吧，但蛮好吃的吧、嗯？好吃是吧？是啦，是好吃。对，那不就得了？哦、我刚才骑车的时候，满脑都在想，芋圆芋圆我来了，芋圆芋圆你的我，芋圆芋圆不要收。所以今天是芋圆支持你骑完整趟路的，支持我的动力是动力嘛？其实刚那个我们不是骑上去嘛、嗯，然后一卡之后，土托鱼，土托鱼已经土托鱼好，土托鱼，土托鱼。他就跟我说：“你刚刚那个哭是没有这一趴，因为你就哭了。”我说：“不是不是，我本来也没有想要哭，可是因为我就出戏了，因为我当下就是卡在那边，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了。然后我当下就往旁边看，三只鸡子就对着我。然后我心里想：那我再努力看看好了。我又再往前，然后又再往后，然后又再往旁边慢慢看。心里想：怎么没有来救我？因为平常让车倒的时候，你常说啊车倒了，然后车友就会来救。说的好像我们很无情一样，我也是第一时间去救你，好不好？你们也要顾你们自己的车，你们可能认为我可以这样。还是你觉得我们路线安排太难？是也还。啊，所以还可以，没有，因为你过了，你就已经挑战成功了，你就会觉得哦，就像你们那时候给我 level 1的时候，你们是给我满满的鼓励，但你没有告诉我从后面更难，你们就说啊啊，这个是 level 1哦，我想说哦，那可能就是从小石头变大一点点的石头，就没想到大那么多，是不是？那根本是落石。第一趴过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哦、会棒啊，我扛得住啊，确实很棒之类的。刚下去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结果对，我还在笑。就到第二趴的时候，我是满满的尖叫声跟满满的脏话。我觉得如果字幕要上的话，就是逼、他们就逼到底吧。然后就后来回去的时候最好笑，我又经过那个 level 1，你知道吗？没有在跟他山，你看落雨，我那个后轮打滑，屁股抬得再高，对，吹了就走了，完全都不等我的，对啊，油门吹了就走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你的视线很重要，对，你看前面的话就会余光去瞄一下前面，然后大概知道路线怎么走，会 OK。然后再来身体的姿势，你知道，我后来不是跟你说你把手肘打开，哎、欸，不要推给我好不好？姿势，什么问题吗？姿势啊，姿势就是力量啊，姿势就是力量啊，没错、啊。我告诉你，对也不对，够了。姿势正确了，手肘打开了、就会比较轻松。下一次我们去其他地方冒险的时候，再跟你讲。你不期待下一次吗？期待。搞不好下一次我们不会找一个这么难的路给你。对啊。就我出生的时候就剪掉了。你看，你今天后来我们天堂路走下去之后，那个景点你觉得漂不漂亮？说实在的，蛮漂亮，很美，对不对？而且搞不好你的朋友，女性朋友当中没有人去过那边，没错，没有人骑车去过那边。走路可以吗？简单轻松。今天重点就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新手的话，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首先装备要足，技巧什么的就先往后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就量力而为，好不好？就是重点，为什么今天不大家就来？因为他们说他身高不够，对，至少我身高够嘛。发生意外，我脚一插，真的、啊、真的、啊、真的真的，他可能只能骑50cc， 他以他的高度。然后再来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要抱持着一个勇敢的心，跟不要害怕跌倒跟摔跤的勇气。对，这是就是拓宇在后面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你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就是你很勇敢。还有就是要结伴同行啦。哦，对对对 对，不要一个人去冒险。独跑虽然帅，但是独跑在平地就好了。好啦，那就是我们这一次来九份后山参观寮北达站冒险欢乐时光怎么样？欢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时候讲拜拜。你好老派耶。对，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跟萱萱的冒险，别忘记帮我们在影片下面留言、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我是大猪，我是刘萱，我是拓鱼，下次见，
拜拜。Too many days in the darkness, without a glimpse of the light. Running tired and broken and scared, but I swear I'll never give up the fight. I see you broken and beat, head pulled down over your eyes. Every part of you wants to surrender, but darling, you were meant to survive. With every start, we are born again. Open your heart, spend less time in your head. With every